我哋发现 HKDI 嘅学生喺生活习惯上面有唔少嘅问题，饮食唔均衡，运动量不足，做人仲好立落添。所以我哋希望可以帮佢哋建立一个更加健康嘅生活态度，无论喺饮食、运动同埋心态上面，都可以好似蔬菜咁爽脆。但系大家咁忙，要我做运动嗰啲好难噶、哦。只要改变生活上面少少嘅习惯，其实都可以活得好健康噶。我哋 Veggie 会提供一系列嘅 V-Tips 俾大家。我哋会喺一星期入面出一集嘅 V-Tips， 而 Wild Video 同埋 PrintNet 咧就会一 set 咁推出。而 PrintNet 咧就系跟翻每一集影片嘅主题而定嘅。放在不同的网络平台上面做宣传，除了网上的宣传，我们在学校里面都有入侵性的宣传手法。学校里面每一部电脑都会有宣传片和我们的 PrintNet set 做 wallpaper。 另外我们放了一些 banner 和一些大型的气球去吸引人们注意到我们。在系列的宣传里面，我们在多个平台里面讲出我们的小 tips。就我哋收埋喺台底下边嘅小贴士啦，大家不如一齐揾下，令到观众有参与嘅成分，完成我哋每一集嘅结尾。好食啊！好食啊！宣传期间咧就有活动举行，令到其他系嘅同学认识到我哋 Veggie， 增加到我哋嘅覆盖率。